功德，啊，请王师伊所要讲的，就是画画演技的人生，你为什么在操劳？咱中医也是讲到王师。很少看到你这。弟弟来祝我的兄弟啊，我感谢你。创造阮建立遮尼水个一个宇宙，伫地球，伫台湾个岛屿，伫中华，伫遮尼要紧个一个所在。你甲阮建立台湾中心个中华地区，的确有伊个意思。谢谢，总是人真亲切。上帝啊，阮伫咧祈祷。祈祷我的人生短短，予阮无浪费，予阮无做虚假的人，予阮无虚度光阴，予阮真正会当尽力把握，抓着生命的中间上要紧的部分，出咧就拔入去。因为阮无法度通同时得到足济，但是阮要得到的是上水的物。感谢，予阮会当亲像。诗歌的作者一步一步跟主走，是主在带路，不是我们带我自己的路。那我们将下一个礼拜的时间交在你的手，很多人在那替我祈祷，很多人在那替这个教会祈祷，我们根据你和这个代祷的声音能真正落实实现在众人的面前，因为我们要追求一个水果果的实现。感恩祈祷，各自圣名。大家平安，新年恭喜嘛！啊，二零一六平日的主持，请问一年的中间几个礼拜？52个礼拜。你已经第一礼拜在遮啦，即马过来甲家己的竞赛呐，一年52拜尔。我淡薄仔时间，一礼拜一点钟、点半钟来这个家做礼拜。你若无伫遮嘛，去其他个教会做礼拜。你的心一礼拜点半钟至少，甲上帝神三交会，然后一步一步跟伊行。唔通上帝予咱365日，真侪时间拢予你家己咧用。啊，上帝要用的几点钟啊？啊，你搁啊提你嘛会用。啊，用啊到尾啊，一步一步，你才能然离开上帝。人生我都通好再来，不能恩赐的人生，到底你为着什么在操操劳？那恩赐是啥物？那个拍电影，看啊，啊那，那个你颜料若无好势是会所在用咔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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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定心来，那个叫做 NG 啦。从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。啊，人生不管你逐日创了好啊歹，我跟你讲，无法度让我倒转。啊，咱真正拢真拍拼。啊，我常常咧讲的是，你走哪紧，奥托拜开哪紧，车驶哪紧。速度若紧，方向若唔对，离目标若远若离若近，若远。所以常常咱拢都爱做定位。咱咧亲像分鸟，逐摆若放弃的时吼，分鸟拢爱伫附近遐安怎？西桂林啊，伊绝对是西桂林啊了后才走去定位，因为伊的脑甲太阳伫咧做定位，定位了后伊才有开始起飞。咱人生伫咱的人生的中间，你甲什么伫咧做定位？还是逐日透早爬起来是食袂用，要 rush， 哦，变水水哦，迄个面包摕咧哦，哪行三哪千啊哪就出去啊，食袂用。我跟你讲，这个是真危险的代志。生命有一寡特征，第一，伊干那一摆若听，干那一摆若听，你唔通听外口讲。我后世人，我会搁倒来，倒来认你。
我跟你讲，唔得，即世人你若已经对我遐尼糟蹋了哦，后世人你莫过来见我，我惊着死，对不对？真侪人后世人，后世人我会搁倒来做囝来甲你奉待，即世人互你遐尼长，你都唔捌伫咧以往是大人，后世人过来，唔，一摆就到遐，一摆就到遐。阿公，我斗阵，即马就好，我斗阵啊！莫即马互相打击，他妈即话，后世人搁过来卖，拜托！人生有即款嘞，别人伫咧讲有后世人，基督的信仰就讲无，甲你拜尔。所以信仰这个特质，一摆嘛听，袂当定心来，只有向前。我当最后，你时间过来，你搁甲超倒转来。对啦，时针安尼在走，但是时针你会当超真正的生命的时间，你无当超。所以伊敢若一直向前去，伊无当退后。你敢若逐日拢伫咧变老，你无当变少年。所以人来甲你讲，牧师啊，你即摆变到较少年哦。是啦，你嘛想变到是啦，对啥。咱台湾人哦，爱学一项，咱咧突破华人的一个假模伪善。真好，真啊，真好看，就是要爱人甲你娱乐，爱人加甲你看者，啊，人真正甲你看者，搁甲你娱乐者。哎呦，你那水哦，啊，无影，好虚伪。那有一句话，不是无影，不是，你马上来讲啥？多谢，哎，我蛮不真正的，话了搁较少的，多谢爱心人。你安尼好不容易病，当尾装下家己人，真正甲你学，你倒来讲多谢，我搁讲无影。但是你知影讲，迄是无影的代志。你头过年搁较少年，是烧我甲家己装下一个，傲家己靠笑容就死啦，会使。所以生命无法度当退后，你若不管你做了好坏，伊就向前一直行去。所以。你怎个叫咱干来做一下？你我咱的环境，咱的日子安怎样？彼此好好陪伴彼此。伊的关系有当时的变化，日子有可能会突然全部变作无同款的天幕人。所以现在在陪伴，你就好好陪伴，袂当排退。但是咱你咧受苦，我无当替你受苦。嗯，阿妈我讲啊，我啊，你甲我遮尼好。啊无，我即马都爱去看郭医师啊吼，啊无你甲我来去好无？郭医师看到也无法度啊，啊无我要去，你甲我来去好唔好？来去上地遐，太太绝对讲安啊，大汉我拢会当答应，只限你签你家己签，老大。人生敢若会当陪伴，我当代罪。所以，爸母会当陪伴囝儿。爸母，我拢对今日落去考场做考试。人生就是安尼，所以有人咧陪伴，迄是幸福的代志。每一个人的人生，你家己要有责任，这是生命的一个特质。那定定爱倒转来伫咧想一下，我是谁？我是啥人？我的人生到底我要底啥？我到底我一生？上帝给我的几十年的时间，到底我是啥人？我要治啥？你无可能装客，你无可能装赢。阮做牧师定定按交代，做牧师咱都爱输输啊赢，唔通赢赢输。你听我这句话无？你的人生若要成功，你都爱赢赢输，还是输输啊赢？注意啊，阿妈某定定咧冤家。你要常常吃做赢的迄、那个，还是要吃做输的迄、那个？你若常常吃做赢的迄、那个，到尾啊，你分你是造成婚姻破裂上要紧的人，会贡献者。打败冤家你就赢，打败冤家你就赢。我跟你讲，你会很讨厌。做老师讲可能交代输输啊赢，不赢落来。真正的是好啦，互你赢，偷偷啊互你赢，偷偷啊互你赢。耶稣输甲断裤，但耶稣得着全世界。好会晓，直直好人，
互人的中间，你得到人的心，因为这是摩西3000多年前摩西祈祷的。诗篇90篇12节，咱到底用华语读一下好不好？来，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，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。上帝啊，求你教示我怎样算数家己的日子，让我来当得到智慧的心。日子真正真快过，日子如梭直直过。求你让我来当得到智慧的心。他讲出来讲就我很乐意去这个地方。人生真的爱用智慧来过日子。三思而后行，物件若无经过思考了，你莫随便讲，莫随便做代志。人你是啥人？你一世人你要得到啥？你要成做什么款的人？到底要让上帝学乐，还是让人学乐？会当让上帝甲人同时拢学乐，有够水啦！但是有当时啊，让上帝学乐甲让人学乐呐，矛盾的是无法当同时得到。明知这是我宁可得到上帝学乐，得到上帝学乐有伊个宗旨，有伊个宗旨，真水真悬的目标，迄、那个会当搁到尾啊，慢慢啊，搁赢得别人的理解。生命真正是一个 journey， 是一个旅程。迄、那个生命若是一个旅程，伊有一个过程。啊，这个过程的中间，咱啊常常知，咱是咱的生命是对上帝来，迄是一种的恩典。今仔日你的话毋是你搞，今日你的话真正是上帝的恩典。当时上帝要甲你交去，甲你分，甲你收得去。咱送到。我种地的时候，一个出来，随时一个张老娘，我来讲，不是咱教的，随时我来讲老师，想替阮某人祈祷。咱们大家人也不真欢喜，快乐伫咧食，食主餐，无一点钟倒落去啊！随时即摆伫教会病房，比我较少年。身体拢真好，一切拢真好。我跟你讲真啊，咱今仔日的话，拢是稳定。还有，搁有人会当传贵传到80到90岁，也搁会当来到遐来做礼拜。你真正是稳定。我若想哦，讲我即摆要到60，我会当活到70，会当活到80，会当有钱活到85，过过我都唔敢去啊。我讲，你真正是稳定。所以即摆超过70的人，恁逐日都要感谢上帝。超过70了，后你真正是稳定，唔通过伫忧郁的中间，伫埋怨的中间过日子，唔通去甲人冤家，这是人苦，无时间啦，咱真正无时间啦，好冤家。咱来真正这个生命是上帝稳定，你要捌这个上帝，你真爱用一段时间捌这个上帝，常常甲你的囝讲，你读足侪名人、世界名人的册，这个上帝你一概无法读，爱帮你。因为对你真要紧，你爱学会活过这个上帝，用信心、相信伊，顺服伊来行。唔知我讲一步一步地做的路，到尾啊，咱来知影讲，咱的人生到尾啊，搁转去上帝遐，生命搁回归上帝，要回家。啊，拄则咧讲，面对迄个最后的时刻，咱面对上帝，到底你是绵羊还是山羊？圣经内面的话是绵羊是好的，山羊是歹。山羊踮伫黑暗的中间，山羊常常为着家己的去吞食别人。山羊这畏家，咱中华出一个畏家，那是一个山羊。咱要安怎样？畏家是，我若会当赚到钱，关咧因兜咧死了了，咱毋是连苦，阮受害，为着要救别人。我想这个是基督的生命对咱。生命是一种的交托，上帝将年日交托你，互你管理，你的日子要安怎样过，你的时间要安怎有一日，搁到转来，搁伫上帝面前交差。因为咱的姊妹，我既然你若是应许的一份子，我无毋忙你是一个来遮的消费，来遮互人的事，互人的服侍的人。你来到这个遮，逐摆你若要倒转去。出前后壁目睭看者，倒位有垃圾，你着捡起来；倒位咱的册圣经啊，乱乱，你着
随手把简历，这是我们的家。我咧讲，你要讲阿妹无？卖过来到家，坐咧当阿妹服务，唔是？咱是要叫做服务别人的，因为咱是一个上帝国的工人，萝卜彼此做萝卜，无人咧服务，大家人有伊服务的点。伫这项我服务你，伫彼项你服务我。今仔日你破病，我来看着；有一日我破病，我也拜托你来甲我看。诶，拜托哦，你莫多当时，你去欢喜去探访人，到你真正需要破病的时，你煞问去用去你遐来探访，无讲病袂使。因为有真侪时阵，你遐无人去你遐行吧，才感觉哎呦，啊，你朋友哪会遐多？你伫遐咧行吧，有人咧甲你吟诗唱歌，哎呦，恁遮朋友哪会遐尼好？你交个朋友哪会让我高尚？你祈祷好会祝福别人。真侪人认为你若无造成，去管若让人流动，别人唔知你交个朋友遮尼高尚，对不对？所以，往是你爱去看人，必要是你要让人来看你。往是你去人兜啉咖啡，你嘛常常开眼门。但是咱去人兜出来了，袂使讲哦，因兜较水，哎，因兜遐乱，即句话袂使讲。知唔知？啊，若无你煞变做贪啊！出来人，我感觉咧放松。去人兜，感觉嘛袂使讲，哎，恁即间厝过几百啊，几千啊，那是禁忌。台湾人特别基督徒学了，什么叫做讲话准确？袂使，大人照你的方式活得真快哦。因为耶稣一个出来随时面对试探 ，temptation， 你我咱常常拢伫试探的中间，逐日咱的日子拢伫试探的中间。你有骨气，上帝啊！我今年我要安怎样？我要安怎样？伫信仰，伫我的人生，我要安怎追求？我跟你讲，保罗真深的体会，立志为善安怎？由得我，只是行出来，由不得我。立志最后，哎呀，我会当立志啦，那是我会当立志。立志为善，由得我。咱定来伫年头哦，咱定来感觉定来做真水的、真高尚、听落真感动的立志。迄立志，你是你会当决定，但是行出来定定是心有余力不足。我一夜行好，定定到尾也行出来不歹。我都无想，我都转去都已经立志讲，我转来改改原地啊，偏偏转去第一句话讲出来就对了。这人有这款的软弱，因为迄个魔鬼就是伫遐伫咱的心内直直甲咱，还拢试探，伊直直甲你丢，直直甲你丢，丢到尾我让你离开上帝，离开你甲上帝的契约，离开你原来的梦想。因为咱人生就是安尼，常常被带离魔鬼的执着，就是咧，把咱带离开咱的人生目标，带离开，然后上帝的天使、上帝的使者，直直提醒，唔通哦，你都要信条上帝哦，你都要听上帝的声，都要顺从上帝的旨意哦，唔通直直迟去哦。有这种两种的人，对年头到尾到年尾，拢他妈直直咧哦。拉扯，你都听到一个。创世纪今日读的圣经，伫咧讲，哪行到尾啊？伫咧努力做一项，然后起初天下的人只有一种的语言，讲一种的话，那这是一个故事啦，原来是安尼啦。故意在咧说明讲，这个地球的表面，它有遐侪人无同款的人种，伫咧讲无同款的话。啊，这个故事在咧讲，这个在咧说明这个，但是这个是咧甲囡仔讲的故事，凡事拢有一个起头，哦，古早，这个甲囡仔讲这个故事，古早，人敢若一种的话，一种的语言尔，一种的民族，啊，是安怎到尾变作遐侪种遐侪人，对这开始，人，讲起来。因彼此参详，来啊！咱要来做庄啊，把庄啊烧烧的，然后要来用这个庄啊，然后起一座城，城内有一座真悬的塔顶要拄天。哦，这个城内要有悬塔，塔偌悬，悬到要拄天。
即个古早人都有迄个梦想，要做摩天大楼啊。啊，遮就开始伫咧，讲迄个做迄个摩天大楼了后，要创啥？讲要来宣扬咱家己的高，要来宣扬咱的名声，哦，咱的名会当通过即个人看到即个捌人。因为到即个位置，全世界拢伫咧拼，谁是低高楼啦？对不对？我就给咱看这个，我整理出来这个资料，唔嘛能做咱的提醒。这世间大家人，这个拢是物质，这个是经济。物质经济，你若过头追求，到尾啊，你会受伤害。注意这句话，任何人你若是过头注重物质甲经济，到尾啊，你后壁活来是无限的伤害。这是国家社会是安尼，个人的性命嘛安尼，因为咱的性命时间有限，你要把你的性命精神重新刻伫倒位，你无论在追求啥，啊有伊的价值性，啊有伊的意义性，啊佫想到你甲上帝的关系，你甲人的关系，你有用偌侪时间在咧疼人服务人？那无，你若拢活伫家己甲家己的世界的制造危险，啊，这个讲一个，我现在又要讲一个，巴别塔。人伫咧做巴别塔，做一个伟大的城，城内要搁起一个关塔，塔顶要独天，是啊，全世界第一个摩天大楼 ，Imperial， 伫纽约，伊伫1931年落成，结果1931年这个摩天大楼1931年造成了后，美国马上拄到世界的是经济大灾难，伫当时，1932年，美国历史以来第一摆世界经济大萧条。1931摩天大楼全世界第一年，隔年又隔一两年，美国遭受毋捌有诶经济大萧条。第二个摩天大楼伫我读册诶所在，1970年代，芝加哥要一个 CS Tower。我落落家，我拢在去爬过这个摩天大楼 ，CS Tower。CS Tower 伫1990年代，我咧叫日本人买。哇、哦，这造型真大，一个美国人来讲，往地标拢叫日本人买了了。CS Tower 1970年落成，然后1974年全世界经济发生危机。1974。另外就三栋，第三栋，你大家人咧听，马来西亚第几啦？1997年，马来西亚吉隆坡市 Twin Tower，Twin Tower， 然后1997亚洲的什么物件？金融风暴。因为这个咱都已经真清楚啊，97咱已经真清楚。哎，台北在当时落成。1999台北101动工，2004年完成开播。由于2004年台湾的101大楼叫做全世界第一高楼、第一大厦，对2004了到即马一年，当时2015结束，2016开始。请问这十几年台湾的经济好啊歹？非常的歹。安尼也未结束哦，来，咱过来看。即马2004，咱抢到世界第一。即马过来，杜拜抢去啊。杜拜几年了后，就把咱拼过。啊，杜拜2010年变成世界上大的套，结果杜拜的经济崩去无？崩去。杜拜的经济，迄、那个庆祝迄个了后，杜拜的经济崩去。故事也未结束。2013年，中国抢去啊，伊都台世界第一高楼搁抢去。2013，起到一半尔，挂倒。然后即久全中国至少有200座大楼，拢全变做起一半。中国的经济即摆好啊歹？
拜。刘英杰咧到底这个伫咧甲咱讲啥物？这毋是无政府，人咧追求的是家己的名声。人咧老的是毋茫我会当有名、有钱、有势、有老什么物质，互人通娱乐，互人看到我，互人看到我的家庭，互人通羡慕。台湾遮的要紧的家族，一个一个伫即款的经济的追求下面，一个一个家族帮你。到底性命为什么伫咧操劳？前政府那么直直咧讲，无论如何爱一法，无论如何爱什么风貌风貌，你看咧了去了后，到底因的真相？一法讲无过咱台湾的市场，啊一法过啊，台湾经济到怎来？下半年，即马无论如何，不过风貌不过风貌一定爱过，即、這个佫造成台湾的什么物件？真正过过的时，台湾中国拍一个较像台湾同样用去帮起呢台湾的经济来台湾的社会，咱无法当好用子弹变这个大石头，所以台湾的确还有家己的主体性，迄、那个主体性，咱只加在上头，咱就看迄个台湾海峡这边，甲中国是台湾海峡这边是石头，太平洋，所以台湾内当家己内部伫各方面整顿好势。咱粮食有法当家己用，咱做所有原料有法当家己用，咱这物件，大家人真正百姓来当对根基好好创，咱的教育、咱的人格、人品，大家人创好，台湾会变作一个全世界足幸福的所在。台湾这个都是世界上的，互咱足特别、足特别。你看这两个人，因两个拢伫2008年就算做总统。假如因在2008年做总统的时候，都一国台湾经济较好，还是2008年韩国的经济较好？2008年的时候，台湾经济较好。我想我伫我的面前，恁有真侪人经济比我较来啦。2008年台湾的经济较好，两个平安伫遮做总统。假使在7年过去，韩国怎啊怎啊来拼？1997，我伫温哥华，伫温哥华，我伫1996形成一个创一个爱加贝慈善基金会，我伫遐无一寡钱，一个帮助一寡困苦的家庭。我伫迄波，我创立了阿加贝慈善基金会。韩国拄啊伫1997帮伊，帮伊了，即个慈善基金有真侪韩国人，伊送伊个囝伫温哥华读册，去伫大学，去大学读册，还是出咧外口创啥物创啥物。迄、那个家庭帮伊哦，帮伊了后，一个国家帮伊了后，一般。平民受的灾害较大，还是富家人受的灾害较大？富家人受的灾害较大。因大公司、大银行、大安怎样遮，规个帮伊从对岸开始帮，对大楼开始帮，对经济体开始帮。所以遐大老板的囝送出去国外，因全拢无钱通读册，无钱通转去，包括要转去都无可能去钱。所以迄个时。因为真侪附近的新南院的学生啊、大学的学生啊，周边知影讲，教一个慈善基金会开始来申请，阮有帮忙韩国人飞机票，互恁转去，后帮忙伊活动注册去大学注册、新南院注册。1997、1998，你会当去想象韩国的家庭摕钱仔来救政府有无？有无？因为。韩国规个经济，国家经济垮掉，完全垮掉。薪水无几年，咱爬起来，佫甲咱冲进去。所以到一个程度，台湾一寡，若我当伫体制内处理好势改善，我无反对讲有一日台湾规个经济重整，劳保甚物保重整，重整有较歹。因为我伫美国，加州你知影？加州破产，你知无？加州啊，加利福尼亚，我伫美国是加利福尼亚，迄个六七条因就有一阵子要独立，
加利福尼亚若独立出来，全世界迄个是全世界第七强的国家。你像阿诺后来做加利福尼亚的州长，对不对？是安怎阿诺会当做州长？伊家己一个口号，加利福尼亚这个州政府经济要扛起来。伊讲我做恁的州长，恁选我做州长，我拢无要甲州政府领半角钱，因为钱我足济。为着安尼，阿诺选着做州长啦。啊，我要讲的是啥？我要讲的不是阿诺选着做州长，我要讲的是加州经济把它扳回，扳回加州怎么真好啊？所以唔免予人喊，喊讲台湾经济帮什么的帮制度的帮，唔免惊，因为咱即摆帮是造成太侪贫富差距，太侪人伫啊伫咧偷物件。咱即个宋耀人提袂着，面顶有真侪人，制度本身有真侪空，哎，若要怎互伊垮掉，重新来，无较歹。因为咱即摆咧讲的是啥物？咱即摆咧讲的是讲。人要安怎有真正咱的人生真短，人生真短，你要安怎有去你的责任？你要安怎让家己弄会好势？唔通迷失家己，不要迷失自己。就你的人生的目标很清楚，然后爱顾你的你家己，顾你的家庭，顾你的周边，让我们的社会，我们的人民真正当安居乐业，然后让我们多交到富贵邻国的朋友，这大国家。和平相处最拢无要有战争，无要有啥，真正咱平起平坐，咱来追求这款，唔通把你的时间摕来跟你身边的人冤家，唔通把你的时间摕来心怀不平，因为佫吃无外久啊，唔爱把你的时间摕伫遐。你是一个非常重要上帝手中的宝贝，好好珍惜，好好保守这个机会。创造你存在的价值，天父上帝，不管你是啥人，直直讲，孩子啊，回家，回家。任何人，你的性命来当倒转来到伫上帝面前，上帝随时甲你揽你。我的乖宝贝回来了，我的够乖宝贝回来了。因为真正咱的人生短短，这段时间，咱伫咧送几个好朋友，因的性命拢值得咱学习。你安怎样真正？你也会晓疼你家己，但是基督徒爱一定爱晓疼家己、照顾家己、甲你的家庭以外，还佫会晓敬畏上帝、疼身边的人，来珍惜这个，然后三个来制造一个合而为一、合而为一的生活的团结。咱伫上帝国的面前，咱要安怎让台湾成做一个？充满公平、正义、三听和睦，大家人无偷无摕，大家人真正会当为着这个土地三脚保守，因为唔忘你的性命会当三脚来。即保罗留下来的一句话，嘛是真水真水的人生的一个目标，咱三脚来读一下好袂？来，那美好的未来，未知的路，当好路，我已经踏进。所信的话，我已经所见了。从今以后，我公义的冠冕对我垂留，就是爱我公义审判的主，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，不但赐给我，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。这个加波罗公三句，已经，已经，已经，美好的仗我已经跑了，我已经精简好的精简。已经，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。因为咱有足侪该跑走的，你跑了吗？尽来去走，我就讲，我已经要跑走的路，我已经跑走了。所行的道，我已经守着了。偌侪人父母祖先交予伊的信用，到伊这代全无了了去，感谢。咱要安怎真正伫真正保留咱的人生打拼到最后，也阁会当真大兴叹讲，精简我已经精简，跑走我已经跑走，所写的道我已经接受了。那过来大家拢尽了了，日灯正好，天顶阳光的面面有另外存留，感谢的记得。我感谢上帝，我伫新的年头也是你的唯一。
我讲你今日也讲是关信仰的追求，但我们领导控制了什么呀？